的时候，我们就一起慢慢的切这个蛋糕，来，一二三，从上面切下来，这样子，对。好，掌声送给我们一位新人，祝汉雄和美军的爱情能够像圆蛋糕一样圆圆满满、甜甜蜜蜜，也祝在场的各位来宾朋友步步高升。好，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这个开箱，我们要用力的摇哦。你今天成为人夫以后呢，就会成为人父，所以呢，这个香槟要开得越远越好，好吗？大家来点掌声鼓励一下。要摇啊！对对对对，用力摇，用力摇！哦，哇，太强了！这一个开的真的非常的好。所以呢，那先邀请这个汉雄的爸爸妈妈、大伯、大伯母、大姑、老大姑、老三叔，还有我们美军的爸爸妈妈、大姑、大伯母、二伯母、三伯和三姑。请台下的朋友们能够拿起你们的杯子，现在要开始我们的敬酒环节。好，第一杯呢，就代表着我们芳芳主人家，感谢今天大家抽空出席哦，也请大家多多包涵，如果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，也请大家能够起立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那么这一杯呢，就代表着我们台下的亲朋戚友对着这个新人的一个祝福，我们祝福我们新人双双对对，恩恩爱爱，甜甜蜜蜜。那么第二杯酒，那么所谓的无三不成礼，我们第三杯呢，就要祝福我们的新人开枝散叶，早生贵子，子孙满堂了。我们说到开枝散叶，谁好啊？你一定要喊一个最嘹亮、最嘹亮的 ，OK？ 可以来，一二三，摇！